Vogue 七月号封面人物杨丞琳，以复古的姿态演绎 LV 草间弥生系列，在充满戏剧感的张力中，自在挥洒着属于她28岁的魅力。这一次的 Vogue， 我觉得无论是看到颜色，或者是穿着，然后跟整个创意，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哇，可能跟大家既定印象的 Vogue 是很不一样。跟 LV 这个大品牌合作，还有草间弥生这位艺术家一起合作，然后一起创作，那我觉得也激发了所有的团队的灵感，相信会有非常棒的表现。